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佳子姐姐。以前教大家做过很多次水球，那这次我们用泡泡胶来做好玩的水精灵。首先我们要调一杯有颜色的水，可以加入任意你喜欢的色素，然后用针筒抽满放置一边，拿出我们的主角泡泡胶，吹出一个小泡泡，这里不需要太大，用手轻轻地转一下就不会漏气了。接下来用针筒往里面注射蓝水，因为针眼非常小，所以不会破裂哦。最后把针眼处扭一下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还可以调出不同的颜色，每次做出的水球都不一样哦，软软的特别好玩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如果喜欢我的创意，记得分享给小伙伴。最近天气多雨，宝宝们注意别淋雨感冒了。那考考大家，下雨天不怕淋雨的是什么？谢谢观看，下期见哦。